蟹块，贝贝的下酒神器啊。一般都是我们在这边的话，都是饭店里面会有这道菜。哇，这个肉好满。我今天呛的时候里面放了一点芥末。只要呛的时间够味的话，它这个壳和肉就直接一吸一缩了就能缩出来了。嗯，好好。太够味了，这一块都是肉，喜欢吃的一定要给来上双击啊！